这个标志最初的这个原型是我们特别流行的一个国际首饰，就是那个我爱你的那个首饰，是这个首饰。那这个首饰构成了这个标志的一个主体的形象。那下面是一个微笑的一个嘴，因为本身这个。 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的一个名片，那这个名片就是当年08年奥运会的时候给大家展现的，所以我们依然可以延续08年这个微笑的名片的这一个文化遗产。我们招募赛会志愿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，就是要给各类申请人提供平等的报名机会。我们在基本条件里对年龄的唯一限制就是。 应该在2022年的1月1号，年满18周岁，但是上限我们没有年龄的限制，包括我们对一些身体有残疾的一些申请人，那么都提供了一些报名上的方便。